相约。扶贫基金会开展了全民公益行动，号召全社会的人呢都加入到公益活动当中来。那么现在一年多的时间过去了，这项行动进行得怎么样呢？我们一起来看大屏幕。中国扶贫基金会已经是当前扶贫领域最大的公益组织，并被国家民政部评定为5A级基金会。2010年，中国扶贫基金会组织和实施了母婴平安120项目、小额信贷项目、新长城、特困大学生自强项目、爱心包裹、紧急救援、阳光操场及其他综合项目，并与中央电视台等多家单位联合主办第三届中国消除贫困奖评选表彰活动，与广东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了2010全民公益启动大会暨全民公益广东论坛等大型系列公益活动。2010年4月20号，曹德旺、曹圭父子捐赠2亿元，用于资助西南汉区的贫困家庭，让西南汉区5省市的17个县92,150户受灾农户领到了每户2000元的资助。加多宝集团捐赠的1.3亿元，则用于玉树地震和舟曲泥石流灾区的救助。2010年，全国范围正在有越来越多的公众参与中国扶贫基金会所倡导的全民公益系列活动，数以百万人参加了中国银行扶贫月捐计划、中国邮政爱心包裹项目、百盛集团1元捐送营养这些扶贫公益行动，全心投入，让捐赠成为快乐的生活方式。他就是胡明老人，今年78岁，是北京海淀区甘东社区的一位普通退休职工。2009年3月，他参与了中国扶贫基金会发起的月捐活动，每月捐款10元，扶贫济困。具体办理手续是拿着本人身份证，到中国银行任何一个网点填写扶贫月捐捐赠人申请表。完了，谢谢啊。哎，行。然后到柜台办理一张存折，每月银行自动划走10元。是500块钱。10块钱做出之后，这个每一月都想这件事儿，就感到一种很幸福感。这一张张纸条是胡明老人从2009年至今月捐留下的单据。月捐的，他这个已经1年多了。胡明老人不光自己参与月捐，还发动家人，劝说社区的朋友们都参与到这项爱心行动中来。那我少吃一斤肉都不到，一斤肉都不到，就这10块钱就出来了。我准备捐的死啊！目前在他的感召下，共有100多人参加月捐活动。这位古稀老人还有一个美好心愿，就是要和志愿者一起在全国推广1亿人参加月捐10元的活动。假如中国的老百姓都认识到这一点，都起来积极参与这个活动，那我们这个国家不是没有发愁的。
好的，朋友们，刚才片中的胡明老人也来到了我们的现场，让我们掌声欢迎他。这是我们的老邻居了，李昌玉。那我们的越权者也是我们社区的，这是那个侄孙女，叫朱贝尔，他也参加了越权活动。哦，他也参加越权活动了。他的母亲啊，胡伟芳是吧？来，我宝贝儿，我先问你一句，你哪有钱参加越权呢？你挣钱吗？我虽然不挣钱，可是我有我的压岁钱。哦，把压岁钱拿出来了，你太可爱了，也谢谢我们的小越捐使者啊。想问问我们李阿姨，你是怎么看待胡老越捐这个事儿的？胡老对于这一项公益活动非常积极，在他的带动下，我们社区已经有几十位群众参加了越捐活动。嗯，我也向你们这些老人家表示深深的敬意，谢谢你们，谢谢。唐叔，看呢，现在这种公益活动呢，已经发展到了我们整个家族。现在呢，我们的亲戚当中已经有20多位亲戚都参加了越捐活动啊。他把我这个善行吧，一直推广，载入了我们家族的史册。有爱心的家族是值得我们尊敬的。好，谢谢谢谢。我们加多宝集团的全体员工也是被胡老的这种慈善行为所感召，2000多名员工积极响应，并且当场就参加了越捐。我们用自己的行动来传达我们的爱心，传递我们的温暖，践行全民公益。谢谢。好的，也谢谢我们社会上广大的爱心企业啊。其实胡老在中国银行已经算是个明星了。现在社会上有爱心的人是越来越多，来中国银行捐款的人也越来越多了。中国银行也希望能够通过自身的网点资源来方便社会上更多的人参与扶贫，参与公益。好的，谢谢。我想胡老特别符合咱们全民公益的这种精神啊，用自己的力量带动大家伙啊，全都来参加公益事业。请咱们的这个中国银行的员工作为代表，还有胡老，我们一起在手模台上按下手模，把你们爱心的印记留下。大手挽小手，我们的公益之路一定会越走越长久。给我捧水，一捧干净的水行吗？能否给我昨天曾有的暖心吗？有没有办法眉头紧蹙，心如刀扎？我们错了，我们错哪儿了？还我安然。谁能帮帮我，帮帮我们？谁能，谁能帮帮干霖满天下，苍天撕裂了
大家注意到我手中呢有一个入场券，是我们本次活动的，在它的背后呢有一个温馨的提示，就是希望每一位参加我们今天现场录制的朋友捐赠至少5本的闲置书籍。那么捐赠的书籍将会通过我们中央电视台第7套农业节目发起的图书传递工程，送到甘肃省西峰市镇原县开边乡陈平小学，再去建立一所手挽手爱心图书室。那么也希望电视机前的您能够积极地投身到手挽手全民公益的活动中来，去改变孩子们的明天。2010年，中国扶贫基金会得到了全社会的大力支持，募集到了很多的善款。感谢我们这些爱心企业为爱心传递所做的贡献，希望他们的善举能够得到全社会的积极响应，有越来越多的人、越来越多的机构、越来越多的爱心企业积极地投身到手挽手全民公益活动当中来。我们的手挽手全民公益行动啊，也可以说是我们农业和公益事业的一个结晶。有请我们的两位领导也在我们的手模台上留下你们的爱心印记，好吗？两位领导请。有请。作为媒体，我们将全社会的爱心传播出去，同时也让这里成为爱心凝聚的地方。这些挽在一起的手也将召唤我们写下新的篇章。手全民公益活动也进入了新的一年，那接下来呢，特别让我们有请中国扶贫基金会会长段应弼、中国农业电影电视中心党委书记主任顾宇翔为2011年的公益事业做出新年的展望。过去的一年，中国扶贫基金会在国家爱心人士的支持下，为中国的扶贫事业，为贫困地区的贫困群众提供了服务。我要代表扶贫基金会向广大的爱心人士表示衷心的感谢。在新的一年，我们将一如既往遵照我们的宗旨，把社会的爱心传递到需要帮助的贫困群众。我们将以 CCTV 7为平台，继续播出2000分钟的扶贫广告，为贫困地区广大农民群众解决农产品卖难问题，
并促进西部开发。我们急需联手爱心企业救助农村贫困聋儿，我们急需举办手挽手留守儿童夏令营活动。在新的一年里，我们将以更大的力度推进手挽手公益活动，为广大农民办实事、献爱心、谱写爱的华章。我们手挽手走过春夏秋冬，温暖着孩子们的心灵。我们手挽手走过南北西东，给黑夜带来了光明。
我们手挽手走进千家万户，让公益的阳光照亮每一颗心灵。好了，亲爱的朋友们，我们这次的新春公益晚会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欢迎您的光临，让我们明年再见。再见。千城似锦，几情似火。